中意咧要翻嚟呢個懷舊嘅畫面啊！大家一睇啦，好熟啦，雖然冇人睇嘅，其實呢個系列。咁如果大家有睇呢個嚇，請多多支持嚇、啊，留個言都 OK。係喎，呢個冇得留言，呢、這個被封啊，有得嘅。嗱、啊，好，回翻正題，好歡迎呢多啲嘅 Pokemon 珠子啊！DLC 零芝麻堡嘅後篇最可以玩啦，後篇藍之圓盤啦嚇叫，咁咧今次當然就可以捉嗰只神獸 Pokemon 啦，終於可以玩啦！哇，三個月冇玩啦，大哥，足足三個月，佢哋珠子發售咧已經有一年幾啦，同埋咧我同大家講一件事啊，我都唔知點解咧我的樣可以變咁樣嘅，我個力嘅程度係可以變機械人咁樣嘅，我而家個嘴型咧大家係完全好唔～符合呢個身體人嘅身體物理定律啊之類啊一堆嘢，總之好叻啦，冇事嘅，大家睇得好清楚係咪？呢、這個性感嘅小嘴唇，好好翻返去啦，好啦，咁今次咧就新增咗呢個地圖咧，嗱。叫做咧藍莓學院就係咧，佢有新嘅一個聯盟啦，亦都係有新嘅四大天王、新嘅冠軍打。當然冠軍就係、是、大家都知啦，烏律黑化了啦，今次嗱冇錯就係咁啦。咁咧前篇咧就係滿滿嘅日式風格啦，大家都睇到啦。後篇咧就係滿滿嘅科技感喺我睇來。咁咧今次咧就要帶住我嘅閃光隊再一次打爆機。咁今次咧我聽講咧會有所有嘅神獸都回歸啊，包括我呢、這個啊嘅影，呢、這個係我喺 home 度傳來嘅。我非常之期待，咁咧今次咧我就介紹一下我嘅閃光陣容係啲咩咧。我有分三個玩法嘅，咁呢三個玩法咧就係、是。呢兩個一組，我點解要分兩人一組呢？一個玩法呢，就是因為呢今次咧佢一個雙打對戰，平時都是各打各嘅，各一個分，各一個隊伍，唔係咁嘅陣型。我哋咧就係、是、每兩個一隊，因為佢雙打對戰嘛，就一次過派兩隻 Pokemon， 所以一定要配合一齊嘅。咁我就諗，我既然都要配合啦，咁整三個玩法啦。咁咧我呢三個玩法分別就係、是。干扰系啊，晴天队同埋暴力强化攻击队啊。咁首先咧，我哋睇一下我哋嘅干扰队嘅 Pokemon 啦，分别咧就有呢个晶光花，佢命名为钻石晶光花，同埋呢个启暴龙，即系我而家台湾翻译喺快龙啦，我都唔知点解会咁。咁晶光花咧，佢嘅特别之处咧，我俾佢嘅持有物咧就食净得东西嘅。咁咧佢呢个只 Pokemon 咧就可以慢慢回复自己啊 HP 啊都好。点解我要咁做咧？就系因为咧佢我派佢上场嘅原因咧，分别就系咧佢个招式啊，招式真系好重要嘅喺呢一代度。嗱咁招式咧，佢分别就有毒令。隱形岩同埋呢個沙靈嘅，其實叫沙靈啦，不過通常叫佢沙靈嘅。嗱咁咧，佢就係佢哋分別咧，就係咧 Pokemon 咧對當對手嘅 Pokemon 換其他 Pokemon 出場嘅時候咧，嗰只 Pokemon 就會受到傷害啦。咁咧，如果佢哋疊加出嚟嘅傷害咧係可以好高嘅，同埋佢嘅特性啊，佢主要嘅特性毒滿地啊，毒滿地毒全部都。是很強的，就是當這隻 Pokemon 它受到物理攻擊，是物理招式的時候，它受到傷害的時候，它就會在對手腳下鋪下這個毒靈，做一層同一樣的招式，同一樣的東西鋪下兩層，當然傷害更加。當然下一隻就是我們的啟暴龍，經典啟暴龍。我為了配合它這個組合，我配了一個招式叫龍尾，就是這個。它就可以強制敵人的後備 Pokemon 被迫派上來，它現在的現在的 Pokemon 就會被彈飛去對手的包包裡面，回歸。回歸自己的包包裡面，咁當然啦，佢自己都可以補血嘅，睇住啊，佢自己都可以補血，同埋咧佢自己都可以加強自己嘅攻擊啦，同埋速度嘅，都算幾強，起碼唔會太痛。然之後咧，佢呢個特性咧就係多重鳞片啦 ，HP 全滿時咧受到嘅傷害咧會減半，雖然佢呢個係變少啦，變少感覺，其實還好，但係其實實際嘅傷害係減半，即係等於咧你每一次佢滿血嘅時候，你打佢咧都係有一個抗性 resist 在嘅。
接下落嚟咧就係我非常之中意嘅咧，就係 Pokemon， 亦都係咧。我呢個特登提醒一下嚇，因為呢只 game 咧一個隊裡面有六隻 Pokemon， 所以會將嗰三個玩法合拼埋一齊。大家講可能以為係唔同嘅隊伍，哎，點解得兩隻 Pokemon 係一個隊伍嘅？唔係，呢個係合拼埋一個隊伍裡面嘅嚇。咁下一個我哋介紹一下我哋下一個組合啦。我哋下一個組合咧就係晴天隊。晴天隊顧名思義就係要開晴天呢個特性嘅 Pokemon 先可以做到噶啦。咁今次咧我哋咧就派咗呢個古拉多，唯一唔會飛嘅神獸，冇錯。嗰個劇場版裡面佢真係好慘啊！為佢感到傷心。大地之神啊，就我哋嘅古拉多咧，佢嘅玩法咧就係咧，佢呢個特性啊，日照出場嘅時候咧，天氣會變成晴朗。咁其實咧，佢呢個 Pokemon 都冇乜用嘅，純粹係過嚟開個天氣。但係咧，佢又有一樣嘢我都係要介紹，日光素。第一回合會吸收大量的日光，第二回合就會發射120公里，很高，但它要儲力，但其實它不用的。當它在這個晴天效果之下，它這個日光操有個隱藏特性，就是它不需要儲力，它直接第一回合就可以發射功。120公里其實很強，但這個特攻招式，所以我特意將佢嘅特攻連滿，大家可能會話好傻。喂，大哥，人哋主要攻擊唔係特攻嗰度，人哋攻擊150喎，你唔用攻擊，係啊，我真係咁傻，我真係唔知點解我腦可能傻咗，要配呢個特攻型。不過都冇事啊。好，呢一隻咧就我哋呢個好特別嘅 Pokemon 啦，佢個名啊唔係叫虎母金蘋果啊，呢個我自己改嘅。其實咧佢真正個名咧叫果蜜蟲。但系咧，其實我之前咧都慣咗佢叫果蜜龍，因為佢咧佢真係有龍屬性啦，同埋佢呢只咧真係令我印象好深刻。咁咧為咗配合佢呢個晴天隊咧，咁所以咧我就配咗呢個技能生長啦。但系咧我講呢個之前咧，我要講一下咧，其實咧佢咧喺呢個後篇中咧，佢係有個新嘅進化型嘅，所以咧我就配咗呢個進化奇石啦，神奇嘅進化奇石。戴咗之後咧，如果佢仲有空間可以進化嘅話咧，咁佢嘅防禦同埋突防就好高，咁你可以將突防變成防禦都得嘅，你就佢就會防禦提高啦。提高咧其實係1.5倍，其實你咁講為提高，你覺得其實冇乜大不了嘅啫，提高少少咯，唔係佢係提高1.5倍嘅，咁其實都算幾 OK 啊，都可以令佢比較耐打啲啊。同埋咧，佢呢度咧就有一個新，佢有一個技能咧就係生長啦。令身體瞬間長大，可以提高自己的攻擊力啦嚇。但係呢個時候，佢嘅隱藏特性咧，其實就係當你使用呢個生長嘅時候咧，如果咧佢係晴朗天氣嘅話咧，佢咧呢個攻擊提升攻擊咧，佢就會提升2層攻擊力。如果係晴天嘅話，即係晴朗啦，咁晴朗會維持5回合嘅，咁我當然啦，要佢5回合食滿曬，將佢瘋狂加。然之後咧，佢都有配龍尾，所以其實係幾強嘅，係佢都可以打飛 Pokemon 嘅，所以咧呢、這個我就係特登配佢，就係因為佢都有龍尾可以。打嗰啲 NPC 打到懷疑人生，同埋佢自己都可以補血啦。連其他咧都冇乜大不了啦。好，我哋即刻入下一隻隊伍，下一隻幹，下一隻玩法。咁今次呢個玩法咧就係顧名思義，暴力攻擊隊啊，同埋強化。哇！呢、這個真係我呢個咧，我。特登同大家睇一下，我呢個咧真係拆咗好耐、好耐、好耐嘅，所以大家咧如果要要食位嘅話咧，最後咧都係最好咧都係提你一下用普通嘅就 OK 啦。同埋咧，佢而家咧有啲野生嗰啲太精化啊嘛，所以就好好。咁咧呢個老卡利歐咧，我俾佢嘅持有物咧就係氣勢披帶。咁咧，佢氣勢披帶咧就係 HP 全滿時咧，受到可能一擊必殺嘅招式時咧，都可以有1個 HP 捱過一次。咁利用佢呢個咧，我哋就要用呢個劍舞啦。劍舞就係點咧？跳就係顧名思義啦，跳一下舞咧，佢咧就可以大幅提升自己嘅攻擊力嘅，大幅提升咧，亦即係提升2倍。
咁二倍啦。然之後咧，我就要配呢個神速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呢80咧，其實真係好強嘅。同埋我亦都配埋呢個起死回生。起死回生係點咧？佢自己 HP 越少，招式威力就越大。如果佢 HP 1嘅話，就可以打出200嘅驚人傷害，再加上呢個 double 咪400咯。但系咧，佢呢个有个前提咧，就系速度需要满，所以我亦都将努力值配上去速度上，但系其实都冇乜用，有啲人可能真系比较快，同埋呢个神速咧系先发制嚟噶，所以咧无论咧人哋有几快，速度距离几远啊，你都可以用神速直接秒咗佢啊，唔一定秒啦，咁160个威力都系好强啊，精神力啊冇乜好提，冇乜好讲噶啦，大概个。陣型就係咁樣玩嘅，同埋佢有光屬性，光屬性我再同大家睇一下啦。佢有10個抗性嘅。好，下一個就是我哋嘅創世神啊！啊，可能大家咧冇玩有玩過 Pokemon， 但係冇玩過嚟珍珠鑽石啊，冇聽過阿爾宙斯。阿爾宙斯佢就係咧呢個 Pokemon 世界觀裡面嘅創世神啊，咁創世神佢真係好強啊！顧名思義，嗱咁咧佢咧，因為佢可以自由改變屬性啊嘛，所以咧我就令佢有鋼系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呢個鋼系咧實在好強，有10個抗性，即係有10個系咧打佢咧都係 resist 減半嘅。死啦！我而家講咗 resist 添，全部都會講 resist， 唔緊要。佢哋都講得明啊，而且咧佢非常之耐打嘅，佢嘅技能咧就有呢個宇宙力量啊，可以吸收來自宇宙嘅神秘力量，可以提高自己嘅防御同埋特防啦，即係防御啦。嗱，咁咧佢仲有另一招嘅，佢亦都可以補自己嘅血。嗱，我呢度大部分唔知點解全部都可以補自己血嘅，同埋呢個佢呢個就係加自己特攻，你可以理解成攻擊啦。佢就可以大幅提高自己嘅。攻擊力嘅，咁呢個冇大幅啦，即係會提高自己的攻擊。咁佢又耐打，攻擊又高，咁咪好強。佢呢個多屬性啊，特性會改變自己嘅嗰、那個叫咩啊？屬性可以改變啊！死啦！咁咧，當然呢個咧，我係抽獎活動攞嘅啦。我 home 係冇一隻適為嘅阿爾宙斯可以攞嘅，我只可以去網上抽獎。咁大概咧就差唔多係咁樣噶啦。真係又耐呢隻 Pokemon 真係又耐打又攻擊力又高，因為佢係創世神啊嘛，當然啊。咁咧為咗呢一次咧，我將我佢哋嘅努力值咧都練滿咧 level 咧都練去到100 level 啦，又閃光又好。level 又高嘅，咁咧我稱為呢個隊伍叫做超級閃光銀河之隊啊！哇，你係好中意，即係聽起來好中意。咁點解我要配咁多啊？咁強咁勁嘅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聽講咧，今次嘅四大天王咧都好強嘅。就係咁。好啦，你呢個稿可以收啦，你呢個稿可以收咯。大家肯定冇諗過，我竟然要搞呢樣嘢，要搞個稿。唉，好悲哀啊！這個人哋就問啊，我派呢只 Pokemon 出嚟係咩咧？冇啊，純粹係想型嘅咋呢只？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呢只係所有 Pokemon 裡面最型嘅。我放翻原位嚇，係喎，冇辦法戰鬥咯。唔緊要，我哋就換翻我哋嘅本來陣型，鑽石精光化，因為佢呢個色位狀態實在太似鑽石啦，即係 Minecraft 裡面嘅鑽石。然之後呢個就係啟布龍，然之後呢個就係。古拉多 Groudon 應該是好，然後這個就是附魔金蘋果，我都是幫他改的，應該是 Minecraft 迷的，我是一個，然後就是盧卡利歐，很帥氣的，然後就是最後的創世神阿爾宙斯，阿爾宙斯當我的貼身保鏢。好了，現在終於得了，還有我之前都跟他說一下了，同埋咧，我同大家講一下，今次咧，呢、這個嘅聯，呢、這個嘅 DLC 咧，係有個前提下嘅，你一定要爆曬機咧，同埋打爆咗壁之假面嘅，即係前篇啦，靈之密寶嘅前篇。當然啦，你呢個 DLC 肯定要買嘅，再講一次，好正！哎，佢嚟啦，佢嚟啦，佢嚟啦！呢個係我哋嘅新老師，喺你嘅面，哎，好似有啲眼熟喎，你係邊個咧？我係 Back。大家 show 一下我的新手仔，系你个包，我知道，诶，啊就系咁嘅回事，我哋走啦。喂，咁等下，西色蓝，即蓝，即
男校長，係咪直男？直男，直男校長，誒、欸，你都喺度啊？誒，你嘅氣息好好啊，睇落去，誒、哎，你喺度講咩？當然喺度啦。仲有啊，呢、這個稱呼，呢、這個稱呼喺學生嘅面前就，我唔係同你一定過嚟校長室嘅咩？誒、欸，係咁樣咩？唉、哎，唔記得，老年痴呆。唉、哎，反正呢個小孩係咪？嗯，係冇錯嘅，但啊 ，but 好對唔住，冇講明講明你要做啲咩啊？咁咧呢個就係想邀請你咧去交換留學嘅，呢、這個就係南妹學院嘅直男校長，校長啦、啊、嗯，我係校長，誒、欸，我之前冇講啊。唉，睇你白嘅反應，可怕係你冇同佢講明啊！啊，話説啦，你點解要叫特別叫白留學咧？唉，呢個問題問得好啊！嗯，就係因為咧，就唔知你要除毛，哇！發現佢係半光光嘅頭髮，嗯，誒，係啊，好論盡到佢啊！哎，我冇説明啦，因為我冇叫咩，你要叫咩咁樣？誒、哎，係咩嚟啊？又嚟啦，又嚟啦，老年痴呆嚟啦！哎呀，北上北上，即係前篇啦，同大家講呢個係前篇，就係、是、北上鄉嘅，冇睇過，但係一定要睇翻。今日我同我哋學校嘅學生一齊參加咗夏令營啊，係咪？我記得嗰個孩子叫啊，係啊，係啊，烏立嘅丹魚叫丹魚，丹魚 ，OK， 烏立嘅姐姐，我向你推薦，為你推薦我自己人嘅推薦，我已經3個月冇見到佢啦，已經就快唔認識啦。嗯，咁樣嘅話，嗯，佢實際見到你之後，應該都係幾開心嘅。你覺得都唔錯啊嘛？哇，校長，我都你都咁覺得啊？呢個兩個校長都喺呢度，咁我非常非常之期待可以嚟到本校留學，你可以嚟到本校留學，帶來我哋嘅新氣息。嗯，校長你而家眼光確實好準。不如果你願意嘅話，跟我哋去南會學院見啦。換句話講，呢個係尋寶嘅啊 ，DLC 啊，尋寶嘅 DLC 啊，佢都知嘅。哎，我都好想陪伴你啊，但係校長喺度嘅話，暫時可以放心係咪？放心放心，我嘅老年痴呆好放心啊，真係令你好放心，我嘅老年痴呆。好，咁啊，一切順利啦，嗯，哈利路亞啦，就。呼啊！你上南會學院嘅時候就叫我一聲啦，好，我絕對會叫你嘅。我先死一死符先。好，你啦，準備踏入南會學院嘅一刻，應該係去到應該就可以睇到烏倫黑化嘅樣子。我喺預告中已經睇到佢呢個恐怖嘅眼神。好，咁我哋出發啦 ，Let's go！ 全色為隊，巨龍肯定會閃亮佢眼睛，令佢死死眼。佢最近要黑化，係想帶住個全滿級隊伍打爆佢痛，係佢係冠軍啊！打爆冠軍，成為兩個冠軍，雙重名啊！靈芝墨寶後篇藍之圓盤，藍之圓盤就係講嗰只 Pokemon 啊！我暫時唔講，暫時唔爆雷，其實我都唔知佢咩名嘅，好長，佢有5個字。好，終於嚟到，哇！好科技喎，呢個成個睇落就係嗰種人工島嗰種，漂喺海嗰度，咻到啦！終於，歡迎你嘅南迴學院啊！呢個睇嚟係入口，但係學院大部分嘅地方都沉喺海裡面，好厲害啊！我哋科技學校嚟嘛，仲有啊，好藍啊！我哋係講究藍莓色噶，我真好藍。你睇唔睇我嘅衣服咧，仲係好日式風嗰種感覺，人哋睇落去就係藍色藍色，瘋狂藍色。啊，你冇咩問題想問我咧？校名嘅有來男仔啦，佢已經講咗。你同我校長嘅關係係咩？校長，校長你同校長嘅關係咩？嗯，你在意嘅地方真係奇怪。啊，咁樣啊，就係、是、校長同校長係同一時期嘅學長同學弟，我聽講係咁啦。冇錯冇錯，我就係要咁樣回答你。不愧是子瑜、子竹兒、子護兒，哇！又係一個，喂，其實佢幾靚喎，咁樣漂亮。佢應該都係老師嚟。呢位客人咧，冇錯冇錯，一睇就知係留學噶啦。你睇佢呢個滿滿嘅日式風格衫，一睇就知係從北上鄉嚟啦。啊，我就係要準備交換嘅 back。啊，你哋好好相處啊。哦，傳聞中仲拍地啊、拍底啊、地區嚟嘅嗰一位冠軍。啊，仲未自我介紹，我係子護，2年級。校長仲要記得人嘅名字，真係好奇怪嘅事，好奇蹟啊！成件事睇落去，睇嚟係一個相當厲害嘅人物。唉，你真係講得直接啊！啊，係啊，可以嘅話，你就可以幫伯介紹一下學員啦。學員啦，咩啊？由我嚟自我介紹啦。誒，因為都係我一個人嘅話，你都唔放心係咪？啊，冇錯係冇錯，但係我感覺有比我更加適合嘅人選喎。誒，係啦，對唔住，我唔願意啊，好似你校長咁樣嘅，將工作推俾我，我覺得唔好嘅。打咩？打咩手勢？經典。係啊，我睇人哋好多直播咧，佢成日都做出呢個手勢。當當 ，no， 我覺得咁樣係唔好嘅。啊，真係不留情啊！不過可以同全村嘅伯拉近距離都唔錯，做個好朋友。知道啦，就交俾我啦。Give it to me， 耶、yeah! ！咁我哋就順住橋直走，直接穿過大廳啦。直接前往大廳啦。OK， 哇，佢呢個真係好科技喎。係啊，哇，有蛋蛋，喂、哎，蛋蛋都出現啦，新真精靈，我之前冇睇過蛋蛋啊。喺正式片嗰度係冇蛋蛋嘅，喂、哎，有蛋蛋喎 ，X 喎，係啊，我仲睇到鴨嘴火龍添喎，點解？我呢個應該係成個大廳咧可以戰鬥嘅感覺，呢個嚇經典嘅戰鬥圓盤。唔怪之叫藍之圓盤啦，成個藍莓學院都係圓盤嚟嘅，原來仲全部都係藍，難怪係藍盤。好，呢個就係我哋南會學院嘅入口啦，穿過大廳，穿堂大廳。咁佢特別注重 Pokemon 對戰，所以今次係雙打係咪？中央對戰場啊，同大家講一下啦，呢度咧係接近嗰個叫咩先啊？合眾地區嘅地方啊，所以佢哋咧基本上所有人咧都係嚟自合眾地區。當然有啲都係啊，我爆雷下，有啲可能係阿羅拉地區啊，有好多地區嚟嘅，即係一個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代、六代、七代、八代都可能全部嚟曬呢度所有地區所有人。咁有咧會學院咧會對會俾官方對等賽等 VIP pass。我哋會舉辦學院嘅官方戰等啊，但係咧冇賽事咧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喺呢度自由使用啦，即係自由練啦，練下打鬥嘅感覺。咁我相信咧，比起個其他學校咧，我哋係更有機會可以令你接觸呢個普通對戰嘅。冇錯冇錯，就係咁樣。唉，喺校長喺隔離，我真係有啲綁手綁腳嘅。
海風吹起嚟嘅時候好舒服，當然會有戰鬥嘅時候，觀眾就成為觀眾嘅地方，觀眾坐嘅地方就成為咗學生嘅休息地方啦。啊，仲有本校咧仲有一個驚人嘅特點，就係呢度嘅泰森嚇有泰森化嘅野生，我冇話呢度嘅技術咁高超嘅咩？人哋只可以喺野生，只可以喺外面嘅，你淨係人工培養嚇、啊，是嗎？係嗎？喺帕底亞呢個係一個好平常嘅事嚟嘅嘛。喺泰晶化地區被發現泰晶化，又係帕底亞發現泰晶化嘅時候咧，泰晶化誕生之後咧，這個學院就發明咗可以操控泰晶機制嘅技術咯。哇！你呢個係咁樣可以幾先進？人哋先啱啱發現，有泰晶化，我哋可以利用佢，佢直接OK 研究咗啦，而家又可以有野生嘅泰晶化 Pokemon 啦。Oh my god！ 你肯定好好奇我係點樣做到嘅，係咪？係啊，確實係真好，夠強。校長關於嗰部分，你哋等一下睇下再全面會比較好。你之後再講啦。係真係好周，係啊！我諗一個好主意，我哋兩個擺場對戰啦。而家我都想睇到 Park 嘅實力，我嘅一百咧係好強嘅，因為佢咧，佢係一個死天王嚟嘅，佢就係一個死天王嚟嘅。你一定相信佢有收穫，佢嘅阿爸咧係在合眾地區嘅道館管，佢阿爸喺邊位啊？原來佢阿爸係合眾地區嘅道館管主啊！我之後要查一下佢邊位啊？哇，點解冇印象咧？原來佢阿爸係道館管主嚟啊！佢仲係四天王，哇！佢一個家族真係超強咯，你知唔知？每一個地區嘅道館管主都係佢阿爸佢阿媽嘅感覺，然之後佢仲要係四天王，你唔好話真係黐鬼線啊！哎呀，我覺得侵入人哋嘅隱私真係，我覺得佢又要擺呢個姿勢嚟。果然预言家，我觉得咁样系唔好嘅。咁我哋去头等舱，我去睇你哋嘅对战。啊，对住校长拉佢咧，有时候讲出口咧，我哋就完全听唔到意见啦。啊，佢只要出口咧，就完全听唔见意见啦。即系咁样，但系我都系有啲兴奋可以打交嘅。啊，又系一个对战狂。咁我见得双打对战系主流，我就知道嘅，我知道嘅。官方有讲啦，我查过。好，咁呢个就用对战嚟交流。Let's go！ 好，嚟，因为咧今次咧嗰啲 level 都会好高啊嘛。听讲四大天王最尾嗰个好似有80咧。然之后乌律佢都好似有80咧咁高，我哋一齐睇下佢有几多咧。四大天王，喂，正电啪啪同埋负电啪啪，喂，好耐冇，难怪系合众地区啦，原来系搞啲小细节，小细节，合众地区最大嘅主流，当时咧佢就为咗配合呢、这个双打对战咧，特登咧配合呢个好適合雙打對戰的正電啪啪和負電啪啪，但如果你單打對戰拿它出來基本上是 廢物送人頭的，但是雙打來說它們就算 OK 的，正電啪啪和負電啪啪它們兩個真的很可愛，還以為是一個色位一個不色位，結果不是，它們各有色位，而且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來的，不是同一隻 Pokemon 來的。負電啪啪和正電啪啪，不是，我覺得三隻 Pokemon 而已，如果三隻 Pokemon 我覺得我耍個隱形男比較好，係啦，耍個隱形男。而呢個時候咧，我就龍之舞啦。反正我覺得佢打唔出咩傷害，因為佢得70咧啫嘛。佢70咧打唔出啲咩傷害嘅。我隱形男鋪咗個隱形男先啊，大家講下。龍之舞，佢話可以大幅唔係大幅，可以提高自己攻擊力同速度，都幾強。我想講，放電，避雷針，放電。哇喂，大哥，你睇唔睇到呢個傷害？你睇唔睇到呢個傷害又想點？你睇唔睇到呢個傷害點啊？呢個係咩？70啊，70我300喎，呢個血量，你咁係打咗一個空氣嘅感覺。唔緊要，曬。好啦，我覺得呢個時候係時候龍之舞再多一次嘅意義。好，我再龍之舞多一次，我要貪死曬你哋，到時就一擊打爆過去，你哋死硬。OK， 呢個殺人可以疊加嘅，所以其實好強嘅呢個招式。然之後佢哋可以放電，又係個勾痕嘅感覺。雖然佢有避雷針可以提供特攻啊，但係其實打落去嘅傷害，哇，就係非常之高啊，真係。哇！我哋混亂咗啊，係混亂咗添，唔緊要，不需要緊張，唔需要緊張，因為其實有樣嘢係好屈機嘅。治療佢所有嘅異常狀態，呢個應該算係異常狀態啦，混亂，算唔算？呢個時候解除混亂，呢個時候我補翻個血先啊，同大家講，我補翻個血先，有冇啊？有冇效果？有冇治好佢？得啦，混亂解除，果然有錢就係好，我而家係999咯，而家全部都係，好爽，係喎，但係我嘅 HP 係全滿嘅，唔緊要，哇！呢個基本真係好強，成日可以避開人哋嘅招式啊，好健康，而家我覺得我可以打到啦，依家全力打過去啊！麻痹咗，麻痹咗其實唔緊要咯。我同你講，麻痹咗咧同冇麻痹差唔多。有時候麻痹一下咧，就算佢打過嚟咧，反正我都唔痛啊嘛。然之後接下來就神速打過嚟喎，速打，神速，我係死一個，就係咁，冇腦，好慘佢哋真係，俾人虐待嘅感覺。七叔咧 VS 100咧 ，Oh damn， 好慘。好，兩隻 Pokemon 出嚟，佢壓雙底，黃牌 Pokemon 佢哋嘅黃牌，我個黃牌都未出嚟，我阿爾宙斯都未出嚟啊，我只係用兩隻 Pokemon 喺度虐待緊佢嘅啫。好啦，佢嚟啦，龍頭條，喂大哥。你呢个究竟系放水定系想点？呢、这个你同我讲系四天王嘅阵容，呢、这个我觉得只系求其街上揾个 NPC 嘅队伍嘅啫，你系冇任何嘅攻击啦，我都系攻击啦，冇讲咁多，我觉得我要收咗呢个先，龙头地选啊，神速！你睇到个虽然效果唔好，但系佢呢个伤害摆咗喺呢度啦，哦，佢太精快啦，应该系嘛？诶冇啊，佢又冇喎，我有基本，我唔怕啦 ，easy 啦 ，easy 啦 ，easy。
要喊啦，唔緊要嘅。龍頭啲小朋友，哎呀死咗，哎呀死咗一隻喎，哎呀哎呀死咗第一隻 Pokemon 啊，哎呀係時候派上個盧卡利歐啦。閃光盧卡利歐，當然所有嘢都係閃光啦，全部 shiny shiny very shiny， 擺落件頭，好真嘅，幫助。OK， 去幫佢幫助一下佢，我直接秒殺啦呢個龍頭地鼠，直接攞飯盒了，得翻一隻，我哋冇勾到，我哋有五隻 Pokemon 啊。哦耶，兩隻神速，兩隻神速 Pokemon， 下一排。咁好似要放緊佢咁噶。Oh no！ 仲要我哋全部都一百咧，佢只有七十咧，平均。完全係啦，完全被壓制啊！當然，世界天王就好弱，喺我面前。啊，真係幾強啊！發放俾我仲會將太晶珠發布俾學生們。啊，你哋真係辛苦啦，佢真係一場經典嘅對戰啊！精彩啊！差啲就忘記咗啊，仲有服裝添，換上服裝，咁啊，全身都係藍莓味啊，藍莓味啊，想點？好香係咪？哎呀，其實 OK 嘅喎，其實唔差嘅喎，睇落去，睇又係真好睇啊，好有型啊！呢、這個就順便俾你啦，獲得藍之時尚名人卡啊！在帕底亞的時裝店和美容院裡面會有更多選擇啊，懷著全新的心情接下來就看我入我們的學院看一下啦，要移動要在學院移動的時候可以令有這個門口可以令你去看，還有呢可以是時候介紹一下我們的藍莓學院獨步全世界的生態巨蛋，我睇落去係嗰啲咩侏羅紀世界嗰啲生態巨蛋咁，佢生出嗰啲侏羅紀公園嗰啲恐龍嘅感覺。啊！接下來嚟就前往生態巨蛋，好喺前往，哇！其實幾大嘅喎，老實講，喂，其實同成個帕底亞差唔多大，係咪啊？唔係，細好多。但是比北上鄉差不多，喂同喂唔係喎，同北上鄉差不多啫喎，佢呢個其實冇差幾多嘅啫喎，呢三個地圖嚇幾好喎，救命！我轉咗邊啊？呢度呢度呢度，咁咧我哋就今集就暫時去到呢度啦，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。為咗我呢個片可以好剪啲，因為實在太難剪啦，為咗佢好剪啲，我只可以拍。短啲，好，咁今集就去到呢度，咁我哋又下集再見，聽日。